板今天这套穿什么？虾皮买的。每一套都是虾皮买的。新车买好了，新车下定了，在几年的？新车今天可以卖，今天不行啊，要等车子来啊。啊，什么时候交车？还不确定呢，要等到港。业务都还没通知啊。他有跟你说时间吗？他说最慢三个月。我五月初定的。2012，跑多少公里？19万，买新的、啊、这台？没有，我是买二手。二手，改个铝圈避震，尾翼，他要改什么？也只有这样啊，外观只有动这样。哦，还有前大包。对啊，你买来就这样还是自己弄？我买来就有包啦。哦，然后铝圈避震自己用的，这个门有换过。买的时候就皮椅啊？皮椅自己装的，里面没问题啊。里面没问题啊，本来是绒布啊，那抽烟都有烧破掉啊，换皮椅。啊，本身做手机相关的行业，做业务，就像很多装备。有大概感觉剩多少吗？这次10来万吧，差不多。安卓机换没很久，去年吧。刚刚膜都还没撕，然后想说弄湿了会弄脏了。要多少钱？1万多，2万多，1万出头。一万出的会裂格吗？不会，那很顺，很顺。8盒啊，4盒。23年第5周，我刚换的，4颗都刚换。没有，刚换2颗而已，前面2颗，后面也很新的。这边也换掉了。叶子板，我要撞应该是这边跟那边一起换。对啊。没有、啊，还没有给人家看过哈。还没。第一间呢、嗯？第一间。车好开吗？还不错啊。给啊。要开吗？要去。你在那边开手机行？没有啦，我是做跑通讯行的。哦。对，客户是通讯行。那可以拿货比他们买便宜耶。要拿吗？后面有货。后面很多。看一下贴什么？可以啊，旁边那箱给你看一下。Nice。还有亮跟那绿色的那个定速，我们也没有开啊，它亮着而已啊，我都开着，好、哦，都开着，哎、欸，崔姐啊、哦，平常都是这样开的，我的车还有10Sport可以开呢，啊有，在下面，为什么你有多这一颗？装的，那电子油门，要怎么按？按右下角那颗，现在是 Echo， 再按2下，就是 Sport。嗯，装这多少钱？那个4000多块而已。那其实也就是你可能踩一点点，就让你变成好像你刚刚直接全踩一样。你踩看就知道了。但是加重油门啊。哎、欸，踩一下。踩一点点就比较深的感觉了。好嘞。价钱12-13万那边点。我自己是原本是想说应该也是15万左右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因为我们有几片要烤漆嘛，然后铝圈也没有那么漂亮，内装还要整理。那你要原厂铝圈吗？你还有什么装备？避震器还在？避震器不在，避震器坏掉，坏掉才换掉。原厂铝圈给我啊，反正你用不到。对啊，原厂主机要吗？都给我们了是不是。我应该只剩这2个我在，然后15万，可以啊，不然因为我要花一些钱。可以啊。车子的话也是要等到我的薪水来呀、啊，对，还要等。那合约先写，然后可是要2-3个月，还是等我车子到的时候再看它还有没有这个价值？因为我中途还会用车啊，不然就等我车到我们再联络。那不然你可不可以等我的2-3天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要看这台车，那不定他会不会要啦、啊哦？你还是会先给他看是不是？哎呀、啊，18要我肯定就是18给他。那你就先给他看。欸啊、他如果没有意愿的话，我们再看你要不要。我是可以等的，反正到时候我讲的落差是车况，嗯，如果都没有，就是照原来的价钱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12的 Fit 顶级的有恒温小改款的 IS 包，改铝圈避震，有尾翼，这两天瞧一下，应该会买到。有兴趣的看我首页加 LINE。哦，我们什么车都有估，几十几百车都有收，可以联络我们，欢迎各大新车业务主管们配合。OK， 来，走了，米发，走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， 吕老板二手车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